没有人来买我的甜品啊？这边有。哎，注意！没有人。有没有人起床？买一送一。赶紧的，好的，先看老徐怀孕。请问你们要吃什么？我好像也是台湾女生，没人做甜品吗？请问你们要吃吗？没有人，那要走了。没有人。还有吗？哇！我现在怀疑堵胎啊！你看，好眼啊！他特别拉我，整天搞我。这样。你啥意思？什么来着？我现在过，开车。哈哈哈哈哈！谢谢，被我抓到了。不是胖了吗？每天在禁止拍，说好胖了。Thank you.